奇怪吗？怀孕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除非，除非是她根本就不想跟你生孩子。孩子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那也许她不会那么想，是我多想了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我多话，我乱讲的，我乱讲的，我多话，别生气了，孩子，啊，别生气啊，我哎呀，我怎么又做错事了？哎呦。